华娱乐的直男们，青铜女生的时候，生病的时候是需要切实的关心，还是一个浪漫？主任会说什么？多吃点药呗，多吃点药呗，就给你一个切含着不就完了？你还干嘛？白银，一个女生今天喷了你不喜欢闻的香水，你会怎么说？那你回去换一个，这个太难闻了，我快吐了。黄金，这里有没有很喜欢平时化妆的人？然后今天下午蹲下化妆。然后心里还抹得很白，好像是抹得有点太白了，都已经红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白里透红。铂金，女生说，我今天吃药的时候啊，看到了一个特别萌的星，太好笑了。这个时候怎么回答？正题，我想知道你的答案。我陪他一起笑。钻石，他打电话，我说没事儿，我就是想你了。忙着呢，等我再想。快手。看见每一种生活。